钱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阿邦 Sport 硬掰过。之前介绍过你们台湾吧 Racer Sport Lim， 还有 Joining Sport 那些。改车吗？肯定要去到玩啊，不去到玩改托啊。今天来到不中这里 Ducky Motorsport， 这间店是专改 body kit 啦。走，我们进去找老板，看一下这里到底是做些什么。Let's go， 老板在做工啊？哦，是哦，什么？来，怎样称呼你，老板？哦，我叫阿 Kit。阿 Kit， 想问一下你啊，你们是 Ducky 啊？其实是做些什么的？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外围的改装，然后就是mainly我们做 BMW 的 body kit 啊。叫阿 Kit 啊？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其实开了几久？其实我们是在2019年在巴拉贡那边开了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店啊。然后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搬来这边，在普中啊，所以我们在 Penang 跟 JB 都有一个 branch。这里已经有三个 branch 了啊。对对对。OK， 这样第二天我进来啊，我看到全部车都是 BM 哦，你这里专做 BM 的 body kit 了啊？对，我们 mainly 是 focus 在 BMW， 但是接下来我们会有做 Mercedes 啊、Volkswagen 啊、Audi 啊，还有 Porsche 之类啦，因为我们也是 Malaysia 的 AE Design 的代理。哇，这样子你们接下来就会开更多不一样的车牌子的 body kit 哦？对对对。哇，这样我这里看啊，你这里真的是全部都是 BMW 的 body kit 哦？是咯，这样就对了。我家你有两 BM， 可是是 BMS 脚车。可以帮我搞一搞吗？哎，要进去吗？这样我问一下你啊，外面有这样多 body kit 的店啊，为什么顾客会选择你？你跟外面有什么差别 ？OK， 首先呢，我们是 mainly more on focus 于 BMW， 然后我们也是比较有经验一点啊，所以很多那些小白 BMW 啊，他们刚改车啊，刚刚踏进 BM 这个圈子啊，他们不是很会啊，因为我们 technician 啊，老板自己全部都是在 BMW。所以有什么东西我们都基本上都可以回答他们咯。哇，这样我也要来这里做工了哦。可以，做工一家边的边吧。是的，要过来跟你做工吗？阿K， 对哦，刚刚你有讲到你这里有做买 wrapping 跟 tinted 对吗？嗯，这样没有可能你这里做只是做边罢了吗？没有啦， wrapping 跟 tinted 的话我们全部什么车都有做，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联络我们在下面这边。加钱 OK 吗？肯定做美美给你啊。知道吗？做美啊，不做美走吧。来，联络我先。其实啊，我有这个问题想问很久了。为什么你这间店叫 Ducky 呢？可以叫 Ducky 还是喵喵 Kit Kit Kit？ 其实呢，我喜欢鸭子，然后我叫阿 Kit 嘛，就叫 Ducky 咯。没有啦，其实是老板突然间灵感来叫 Ducky， 就叫 Ducky 咯。OK， 阿 Kit， 谢谢你的时间，也介绍你这间店大概做什么。Thank you。所以等我下次有钱换 BM 了，我就找你改 body kit 啊，可以免费给我吗？那交给啊，有 video 为证啊。Thank you， 昨天。OK， so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是驾 BM 的车主，可以来到这间 Ducky Motorsport 改他们的 body kit。不是 BM 车主也没关系，他们有做 wrapping 跟你的所谓人靠衣装，车靠改装，买车不改，不如放在家摆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 订阅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再介绍你好康。再见，拜拜。